我曾清醒过，也曾无来由的对我黑天黑下。这是你睡觉的地方吗？你给我出去，下到教室外面去。好，我们接着上课啊。是我守候的温柔。我叫邓博文。17岁之前，我唯一喜欢思考的问题是：人为什么要活着？从今天开始呢，咱们五班就是理科班了。以后呢，咱们就按照现在这个座位坐。真活不耐烦了。孤独的承受。至于我曾许下。谁啊你？你又是谁啊？老师，这道题我不懂。老师，我不会。我觉得我忽然找到了答案。陛下，我也理解了。陛下，不管今后去路，祝我落入平灾，必保陛下平安。陛下。老师，对我而言，保护你一人足矣。我常在梦中想起这样的场景。从今天起，就让小爷我罩着你。承你大恩。老师，作文。非常好，你认识这个名字，我似曾相识，却怎么都想不起来。你故意迟交作业，还有机会去办公室听。太聪明的人了，容易早死。如今陈国大军压境，我大齐将面临倾覆之危。陈国战事，朕自会设法解决。陛下。请不要忘了你最重要的事情，哀家交代你的事情。现在，陛下亲自去办吧。前世为何事？今生为何生？你等我回来。他不可能喜欢你的。懂屁！陛下。到底是个什么人？你谁啊你？就像一团火，能看的人都从心里燃起来。身体安康，无需为忧，一切以安稳为上。等我，再也不离分。也许这结婚的信就能够脱身可以，反正你走了哪儿都能找到你。陛下，你是我心中